Hello，大家好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为制造提前交易的视频。今天呢，就开始介绍期权。期权是现代金融市场中的重要工具。我将解释期权的基础知识，为什么交易者使用期权，以及一些关键术语。请记住。期权使投资者能够在不买卖资产本身的情况下进行杠杆交易。本视频将为我们在后续的视频中讨论的更高级策略奠定基础。什么是期权？期权是一种金融合同，赋予持有者按一定价格买卖资产的权利，但没有义务去执行。与持有股票不同，持有期权并不意味着拥有该股票本身。比如，如果将其比作预定了一所房子，在未来以固定价格购买，你不必买，但你有权利去买。在期权交易中，主要有两种类似：看涨期权赋予你买入的权利，而看跌期权赋予你卖出的权利。这一个区别是期权策略的基础。为什么要交易期权？投资者和交易者使用期权的三个主要原因是杠杆、对冲和收入。首先，通过杠杆，交易者可以用相对较小的投资控制大量的股票，比如通过购买看涨期权，你可以在不直接购买股票的情况下。从股票上涨中获益。第二是对冲，期权通常被用来保护现有的资产。购买期权、看跌期权可以保护你所持有的股票免受价格下跌的影响。最后是收入，出售期权使交易者能够收取权利金，创造额外的收入来源。这三个原因使期权对各种类似的交易者具有吸引力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两种类似的期权。看涨期权赋予你在期权到期前以特定价格买入资产的权利。当交易者相信标的资产的价格会上涨时，他们会买入看涨期权。另一方面，当看跌期权赋予你在到期前以特定价格卖出资产的权利。当交易者认为资产价格会下跌时，他们会买入看跌期权。这样想吧，如果你认为股票会涨，你就买看涨期权；如果你认为股票会跌，你就买看跌期权。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关键的术语。首先是行权价，这是你可以买入或卖出资产的价格。如果你买入看涨期权，当股票价格高于行权价时，你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入股票。其次是到期日，每份期权合约都有一个固定的到期日，过了这个日期，期权就不再有效了。最后是权利金，这是你为购买期权所支付的价格。权利金可能会根据到期时间、波动性等因素而有所不同。这边有一个案例，假设你考虑购买 XYZ 公司的看涨期权，该公司股票目前的价格为48美元，标的资产也就是 XYZ 公司的股票，行权价你选择行权价为50美元的期权，权利金为每股2美元，期权到期日为6月30日，可能的结果，如果股票价格在6月30日之前涨至60美元，你可以行使期权，以50美元的价格买入股票，然后以60美元的价格卖出去。利润计算，卖出股票的利润60美元卖出价，减掉50美元的行权价就是10美元，然后再减去支付的权利金，10美元减去2美元。每股呢，你有8美元的利润。如果股票低于50美元，
你就不会行使期权损失支付的200美元的权利金。如果股票价格到极乐时正好为50美元，你可以选择行权，但除了收回权利金外，你不会有额外的盈利。总结本视频，期权赋予你在没有义务的情况下买卖资产的权利，他们通过杠杆提供的灵活性、对冲机会和潜在收入，这些都是为我们下一个视频做准备。我们将深入探讨了解提前合约的规格。在继续学习之前，请复习这些关键的概念。这边有一个小测验，提前是什么？让我们通过一个快速的测验来复习我们目前所学到的内容。我将阅读每个问题和选项，然后解释为什么正确答案是正确的。比如，在第一个问题中，记住，期权是提供买卖的权利，而不是义务，所以选择 A 是正确的。期权有哪两种类型？答案是 B，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。以下哪一项不是交易期权的好处？肯定就是保证盈利，没有交易是保证有盈利的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场景，你依据公司 ABC 的股票价格将在未来的3个月大幅上涨，但你又不想直接购买股票，你会购买哪种类似的期权？为什么？解释一下你会关注的条款，如行权价、到期了等。大家先想想下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会购买看涨期权。看涨期权赋予持有人在期权到期了之前，以预定价格、执行价买入股票的权利，但没有义务。由于我们预计 ABC 公司股票呢，将在未来3个月内大幅上涨。购买看涨期权可以让我在不直接购买股票的情况下，从股票价格的上涨中获利。这种策略提供的杠杆效应，同时风险有限，因为最大的损失只限于为期权支付的权利金。我会选择哪一些条款？执行价，执行价是我有权以该价格买入 ABC 股票的价格。我会选择界定当前价格或稍微高的行权价，因为我预期股票的价格会大幅上涨。到期了，由于我们预计股票的价格会在未来3个月内大涨，因此呢，我们会选择一个允许股票在预期时间内完成上涨的到期了，通常就是3个月到期的期权。权利金，权利金是我们支付买看涨期权的价格，我会根据股票的波动性、到期时间和市场条件，评估权利金是否合理。谢谢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留意下一个视频。谢谢大家。Hello，大家好。想要用更灵活的方式投资全球市场吗？现在正是开启美股期权交易的好机会。Momo 马来西亚已成为马来西亚首家，也是唯一一家持牌的美股期权经纪商。现在，马来西亚的用户可以通过 Momo 轻松交易美股期权。那到底是什么是期权呢？简单来说，期权是一种基于股票指数或者 ETF 的金融衍生工具，它们不仅灵活多变，还是应对市场波动的好帮手。你可以通过相对较小的投资，获取更高的潜在回报，同时提前才能为你的股票持仓提供对冲保护，避免市场下跌时带来的损失。那为什么要选择 Momo 来进行期权交易呢？Momo 可是给你提供了业内最佳的交易体验，让我给你简单的那几条。美股期权交易完全不需要货币兑换，这简直是太方便了。
你才可以轻松使用13种高级期权策略，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，都能轻松上手。你可以在手机交易，让你随时随地都能查看市场动态，下单交易。当然，陌陌还提供适时的期权数据，让你时刻掌握市场脉搏，做出更聪明的投资决策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已经开始心动了？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限时优惠，现在加入陌陌进行你的首次美股期权交易，不只可以享受30天的免佣期权交易，还可以获得60天的美股期权 Level 2行情加试用期，帮你实时掌握更精准的市场数据。为了配合这次活动，双剑正在准备期权交易基础课程，帮助大家轻松入门期权交易，所以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内容了。陌陌帮你轻松掌握全球股市机会，让你成为下一个投资赢家。